大家好，我是小戴，现在我们去我奶奶家玩，然后我奶奶家有一条大黄狗，十年了吧，差不多，带大家去看一下，也是一条田园犬，我奶奶家就在下面。这边有一棵果树啊，李子树，今年这个果实结得很好。我那边没吃饭呢，你猪都还没猪啊？中午饭都，你们中午饭都不回来吃了没？我们今天去跟盆盆看鸭子噻，哎，什么去了？他不是一头长嫩的吗？他嫩了，他有脱噻。我只来肉菜吧。肉菜，你买。这个就是我奶奶家的狗狗了。哼。么子样子没有？10年了，这个是正宗的田园犬。小灰灰它特别喜欢跟这个狗狗玩，爸爸，你把狗狗吓跑了，你看嘛，还没？咦，不能搞哈！不是那个狗，它不让它挨到他们，它要发火，你看嘛，它脾气不好那两天。没有哈。你要补的。你看那个小花小乌龟，它要给它跳。咋滑倒嘞？那个小灰灰。它还要去。这狗不喜欢他们。